啾啾，宝宝们想看你吃蓝色圆心食物。可是我再怎么努力都不会有小星星的。怎么会？宝宝们早就点好了。真的吗？安排。第一个，蓝色果冻，看起来 QQ 弹弹的，好可爱呀。哦，碎冰冰，怎么是个白色？不吃了。下一个，蓝色饮料，蓝莓味的，我最爱喝了。不会又要我一口气喝完吧？喝完才有小星星啊。一言为定。喝完了，宝宝们的小星星呢？薯片，怎么跟包装不一样啊？但是都拆开了，总不能不吃吧？一个字，绝。最后一个蓝莓，宝宝们也想吃啊！给小星星的粉丝先吃。吃完了，宝宝们还想看我吃什么？记得告诉我哟。